一天啊，第一天来到这边啊，其实真的时差啊，时差的这个状况啊，应该很明显啊。开始啊，一路一路2000多公里啊，约略2500公里左右啊，从这边啊一直来说来说，赤罗伦赤罗来说的话，在比较下游啊，其实有一大段就都是属于在加拿大这个境内啊，但是至少在这一段啊，还是属于比较多的啊，所以在河道中。